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造厨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史爱东。感谢您热情的掌声。是是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对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卖面茶，哎，传统的节目是不好表演。哎，二位也很辛苦。嗯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哦，这上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对，上到台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啊，我叫岳云鹏。是您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。哎呀，您太客气。他叫史爱东。啊，是史老师。您老师，大伙儿今天都来听相声。对呀、啊，来这个德云社听相声啊？怎么了？听的是传统相声。哎，对，这个演员呢说相声、啊、说的也是传统相声。啊、这多新鲜、啊！服装呢、啊、也是传统的服装。哎，大褂，这叫大褂。大，嘿，我这紧说慢说还没拦住。大褂，什么叫大褂呀、啊？大褂。哎，对对，儿化音。当然了，这个生活中 啊看不见有人穿大褂了。哎，没有了。还有人穿那个旗袍，那女士传统服装也是传统的服装。哎，大镜穿着旗袍，啊、穿着旗袍踢腿啊，是吧？走正步、有这么缺心眼的吗？一般的旗袍都开气儿，哎呦，开到这儿、一般都是。那不如配俩门帘子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有开到这儿的吗？啊，哪儿？没有开到这儿的，讨厌、啊、开气儿有，开气儿旗袍。啊啊，生活中看不见穿大褂的了啊！对对对，那天啊，嗯，那天我突发奇想，想什么？我穿一大褂上街。您穿一大褂上大街，脚底下呢？啊，穿一个凉拖。凉拖啊？什么样凉拖？人字拖，夹脚的那种啊。呵，好看哦，自己都美得很。您去哪儿了？我照镜子照了仨小时。你有自恋症？没啊？去哪儿啊？嗯，王府井大街。真找人多的地方去啊，我就去啊，这么走的大街上走。嗯，有两个大姐看见我了啊，还聊天呢啊，够吸引眼球的这个啊啊怎么了大姐啊，快看快看啊，怎么看那人干什么呢？快看，这打扮没见过。啊，快看啊！那位怎么说？大姐说了啊，嗨啊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嗯，这你都没见过吗？这什么呀？这不是日本和尚吗？您背一双肩背，再穿双白袜子，是日本娘们儿。这什么打扮？这是好看啊，不怎么样。后来我就觉得稍微有些个不雅观，没法看，我就不穿了 啊，不穿了，还穿什么呀？啊，唐装。这也是唐装的一种，也是传统的服装，唐装。啊、我穿着唐装 啊，参加个很多的活动。您参加什么活动？参加什么活动？啊，我们后台，嗯，后台有个演员叫烧饼，有这么一位，对吧？啊，烧饼啊，给他爸爸办满月。嗯、那天我去了，后台很多人，他们都去了。等会儿，你那脑袋让驴踢了，那是去年的事儿。什么去年的事儿？那还没好呢。烧饼给他爸爸办满月。这对吗？这对吗？不对啊。不对，你说的。我谁说的呀？谁说的？你说的呀。怎么着吧？这日本娘们不好惹啊。不对呀、啊、烧饼啊，烧饼的爸爸啊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啊。这话对。你也去了？对呀、啊，大伙儿都去了。是啊，那天我去的稍微的晚了一些。哦，稍微的晚了啊。到那儿我去了、啊，这老少跟我说。说什么？老少说那个，你过来、啊、过来啊，过来，你帮我一忙，帮一忙。那个你呀，照顾照顾一些客人啊，干知客，干知客啊，好，让我干知客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这活儿啊，我能来吗？您能来啊，您认识人多，又能说会道。认识人多啊，能说会道。对、啊，这是干知客最基本的条件。对，是。可是那天我去的稍微的晚了一些。怎么了？人家已经做好了啊，人都来了。这个坐啊啊有一定的规矩。有什么规矩？老先生跟老先生坐在一起啊，年轻人跟年轻人坐在一起。嗯嗯，男同志跟男同志坐在一起啊，女同志跟女同志坐在一起。烧饼他爸爸认识的全是同志。这出不了什么事儿，这个。这倒好，有的聊，就是、你知道吗？那天 啊我一去一看，坏了。怎么了？有个年轻人呢、啊、跟老先生坐在一起了。
怎么了呢？打起来了。怎么打起来了？这个年轻人呢、啊、他那个说话不好听。哦，不招老先生爱听。对。怎么呢？这么说呢啊，老头儿，这称呼不好。老先生一琢磨啊，我老的老吧，怎么还出头了？我都老的出头了。老头儿，嗯、啊，几岁了？那得问高寿。这老头气得够呛。还小呢。啊，还小呢。嗯、啊，你也没满月呢。好吧，这老头能爱听吗？我今年67了。那不小了。嚯，怎么了？您都67了，你了不起啊，你赶上好时候了。哦，秦始皇那会儿60不死就活埋了。嚯，好家伙，你死了7年了，老头。活埋7年了，牙口还行吗？啊，老头怎么说？这还说得出来话吗？还行。啊、嗯、还行。还行啊。嗯。你来一个炸干丸子。啊啊啊。你来一个炸螃蟹。嚯、哦。炸那个大虾米头。嚯、哦。你再来个蹦豆怎么样？啊，老头怎么说？有恩丁没有？给我来俩。老头急了。嚯、哦、你还吃这个、啊、我给你买去。没有。老头那生气了。打起来了。哦，不合适。是是是，所以说这知客 啊, 啊一般人干不了。哦 哦, 哦，你说除了这个知客啊啊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您账房啊，干不了知客，账房。账房啊，帮着收收份子钱，管管账。对呀、啊、这个我能来。好啊，我有很多先天性的好条件。能有什么先天性条件？第一啊，我数学学得好。哦，数学好。语文老师教得好。这好不了哪儿去。语文老师教的数学，我们学校就一老师。啊，您贫困山区出来的、啊、数学好啊，包班制。哎、哦、脑子快。好啊，手快。手，您这手快怎么讲啊？管着吗？这什么叫管着吗？我给他管账。啊啊啊，算算2天2宿没睡觉啊。您费心了，朋友们。嗯，什么朋友能2天2宿不睡觉给他算账啊？那得是知己的。忙活坏我了。那是啊。您那儿干嘛呢？狗挠门呢是怎么着？我打算盘呢。这打算盘有两只手打的吗？就是啊，两只手唰唰唰唰唰唰唰。啊，这么着手快。打算盘2天2宿没睡觉。嚯、哦、后来把这个账一交。嗯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个老烧太不地道了。这老烧什么叫老烧啊？这烧饼他爸爸，你才听出来呀、啊？是啊，人家是叫这名字吗？老烧啊。老烧怎么不地道了？老烧啊，说啊， 说我这人不地道。怎么不地道？他还说我不地道啊？您怎么不地道了啊？啊，我2天2宿没睡觉啊，朋友们。是是是，我容易吗？我啊，我眼睛都红了 啊。他说我，他说您什么了？我2天2宿没睡觉。是啊，您在那儿算账，我知道啊。他说您什么了？他说我眯他钱。哎呦，这可不对、啊、当然了、啊、当然不对了。您恨疯了我了。不，您先别。我2天2宿我都没睡觉。不是是是是是是，我问不，您先别乐。您先别乐啊，我问您一共收了多少份子钱？我容易吗？啊，2天2宿我都没睡觉。收了多少份子钱？20000。收了20000。嘴里的人特别的多呀。是是是，2天2宿没睡觉，算算算算、啊、那您扭什么屁股在那儿啊？累了累了累了。20000。您给了人多少啊？给了人家多少？我给了他11000，不错了吧？你这什么朋友能达到这个地步啊？您这个朋友不怎么样啊。收20000给人家11000，您眯人家9000块钱，那是我该得的。我2天2宿我都没睡觉。朋友帮忙不计报酬，不计报酬啊！您猜怎么着啊？老烧把我给告了。那是你不给人家还不告你？上法院把我给告了。啊，法院怎么说？法官说了啊，回家自己调理。找你要钱了，人家不管。啊，人法院不管啊。老烧，您猜怎么着啊？多么的不要脸！您说您自己呢吧？
我说他呢。他怎么不要脸了？上我们家找我去了。废话，找你要钱去了。找我去了啊？要钱呢？啊，我给他。您得给人家，我不跟他置气。是啊，拿着5000块钱来，哐哐往上一扔。行行行行行，您还挺痛快的。那4000块钱呢？啊，那4000块钱呢？那抽屉里呢？一块给人家。行啊，都给他。哎，都扔地上了。都扔地上。您猜怎么着？啊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老少矮啊，他愣捡起来了。废话，人家的钱人不捡起来，不要脸。那您做的差劲。啊，拿走拿走，不不，以后再有事我不给你帮忙了。再有这事我天天欺负你儿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人家个儿还比您还高呢啊，您欺负谁呀、啊？再有这事儿，嗯，也没人请您帮忙了，没人请我帮忙了。对了，多了去了，还真有人请我的多了啊。照你这么说，哎，嗯，如果说啊，啊，以后再碰见这样的情况，这种我还能干点什么？您呢、啊，这两档子事儿都干不了了，您呢、啊，只能厨房帮帮忙去了。厨房，对了，厨房帮忙啊！厨房的活我还真会。您怎么会呢？因为我的父亲啊，在厨房里干过、啊。他是大师傅，厨师傅。哦，他是厨师傅。北京啊，北京有个葵花饭店，葵花里头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爸。岳不群，那是您爸爸。您说话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您说的北京有个葵花饭店，那里头有个岳师傅。那肯定岳不群开的，你就是林平之，我告诉你，林平之，您当您的岳不群去吧啊？那怎么？桂花饭店，桂花饭店啊？您刚才说的葵花饭店，你以为葵花宝典呢？是啊，桂花饭店，桂花饭店里头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爸爸。桂花饭店里头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您爸。对，那里头有6个岳师傅。哪个是您爸爸？桂花饭店啊，那个矬胖子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爸爸。桂花饭店啊，里头有个矬胖子、啊，那是您爸爸啊。里头有3矬胖子。桂花饭店啊，那个矬胖子啊，戴个眼镜、啊、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爸爸。有俩戴眼镜的呢，你非得多给我找一爸爸是不是？那您多美的慌、啊！什么叫美的慌呢？到底哪个是？桂花饭店啊，那个矬胖子、嗯、满脸痦子戴眼镜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爸爸。哦，这岳师傅是您父亲。我爸爸长什么模样呢？这长得是满脸全是芝麻烧饼呗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那前两天那是跟你办满月呢，那是给谁办满月呢？啊，那也是我爸爸。哦，那是您父亲。哎，我呀、啊、给他帮忙、啊，我给他干下手活。下手活啊，包葱包蒜，那叫零活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切菜切肉，那叫墩儿上啊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刷盘子刷碗，那叫碎活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不是您怎么个下手活？就是我爸爸拿什么啊，往我处带什么，偷啊！你再说一遍，偷偷啊啊！偷还不能叫偷，叫什么呀？叫否否否？哎。哦，缝完了东西要走，嗯，还不能叫走，那叫绞刑。这谁研究出来的话？这都是我父亲研究的。这是黑话，这叫行话。哦，行话。哎，哦，缝绞刑。哎，哦哦哦，多好啊！那天还真碰上这事儿了。有啊，啊，有啊。什么事？后来呀、啊，我父亲不在这个桂花饭店 啊，不在葵花饭店干。桂花饭店，桂花饭店。不在桂花饭店干了以后，啊啊有一棚这个喜事。啊、喊我父亲，有一年冬天，哦、嗯，人家家里啊办喜事哦，请我父亲去了，哦哦哦，家里很多人忙活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嗯，要走的时候啊，我父亲喊我，啊啊，小子，嗯，把他扶起来，什么叫扶起来？我一看呢，啊，30斤牛肉，30斤牛肉啊，这您扶起来搁哪儿？找一提盒提了出去。那本家不就看见了吗？那您怎么办呢？都在衣服里头呢，都在身上带着呢，穿衣服里头啊。那怎么搁呀？30斤牛肉啊，哐嚓，往这一贴，贴前胸上，前胸上一贴，哦哦哦哦，看不见，哇，浮起来，又瞅见什么了？30斤猪肉。
这您搁哪儿啊？后背上。那也待不住啊。待不住啊。啊，咱有办法呀。您什么办法？弄一钩啊，这边钩上，这边钩上，往这一搭。弄一钩，这边钩上，这边钩上，往那一搭。弹肩膀上，怎么样？呵，能待住了吧？是是是是。哎啊，再往前走一看啊，呼，又看见什么？五斤猪油。哼，这也拿着。浮起来。浮起来，您搁哪儿啊？切开了啊，贴在两肋上。嘿，您这倒好啊，整个一回汗大背心儿，您这个前面牛肉后边猪肉，这个您就这么着出去了？那不行。那怎么着呢？我再套一大棉袄。哦，一套看不出来了，别人瞧不出来了，就跟羽绒服一样穿上，看不出来都炫得乎的。哎，哦，再往前走啊啊，嚯，什么呀？粉丝。粉丝？嗯，干的湿的？是的，泡好了的。对，您这怎么拿呀？那得浮着。怎么浮啊？因为啊，这个粉丝啊啊，名牌。什么牌粉丝？凤嘴。龙口粉丝哪来的凤嘴粉丝？这叫姊妹丝。哎呀，姊妹丝，没这粉丝啊！我看您怎么拿？怎么拿呀？嗯，抓起来啊，缠脖子上。怎么样？顶一圈粉丝啊，出去了。那不能那么出去，那让人看见了就。我带一围脖。围脖跟许文强一样那么的帅。哎呀，您这脖子也太憨了。哦，这粉丝浮起来了。看不出来啊。再往前走啊啊，嚯，看见什么？五斤香油。这香油啊您就别拿了，您没法拿，您喝肚子里头拉了一道，到时候碰上哪位缺德扔一烟头，好，这火星追下去了，这就别拿了。这香油您怎么拿？打住打住。怎么着？死大婆婆，死大婆婆。哎，我还不是婆婆啊。我能喝了吗？那您怎么着呢？我能那么缺心眼吗？啊，那您怎么浮啊？我再一瞧啊，嗯，桌子上啊有一挂大肠。有一挂大肠。哎，把那香油倒那个大肠里头。啊，您这边扎上点肠吗？这不是这边灌那边就跑了吗？你干过吧？我不是带你浮的吗？这个什么我干过？有主意啊。啊，哎，这就灌进去，别往腰里围，系上点儿。想着呢。啊，往腰上一系，嘿，就跟腰带一样。呵，猪大肠裤腰带。哎，行啊，您这比鳄鱼皮的还值钱。啊，关键里头有香油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鳄鱼皮在里头有香油吗？啊，这就差不多了吧。不行，不行。怎么着？我这底下呢，穿的是裤子。废话，大冬天的，您穿一分裤，冻死您。有穿一分裤的吗？您穿一什么裤子？套裤，扎腿的那种，扎得很紧。啊啊啊！这个裤腿里呢，嗯，塞上花椒大料，嚯，调料，还蛮有节奏的，往里头扔。哎，啊，这里头呢，啊，大米，嚯，这家伙塞满了。啊啊，呵，往前走，这差不多了，还往前走，呼，啊，哎，看见什么了？淀粉。那淀粉就别拿了。嗯，干淀粉您怎么拿？浮起来。什么淀粉您就浮起来？湿淀粉。那稀汤挂水的您怎么拿？怎么拿啊？咱有主意啊。什么主意啊？我在那等着。等着什么？等着个淀粉呢。啊，它往下淀了。那叫沉淀了。淀粉往下淀了，这不省落吗？省略和省落，你把人家本家的那袜子也缝嘴里头了吧？关键我们村后来来了个数学老师，教的是语文，啊，好不了哪儿去了。省略啊，等这淀粉沉淀了，乐约略，反正啊，淀粉沉淀了啊，淀粉可不沉淀吗？啊，把上面那汤呢避出去。哎，那怎么？大冬天呢？冬天把这淀粉外头一放啊，外头冻坏了。
冻一大冰坨子，冻一大冰坨子，拿过来我脑袋上一扣，您这脑袋这回臭不了了，啊，这顶一大白坨子，啊，人本家不瞧见了，我能让他瞧见吗？您拿什么遮挡？我能让他瞧见吗，宝贝儿？我的 baby， 您赶紧想辙吧。我在套个帽子呀，拿帽子往上一罩，许文强的帽子呀。您离不开许文强了。哎，套一帽子啊，呵，正好，往前走。不是这间厨房设长廊里头了，是怎么着？老往前走。多呀，多呀。哎呦呵，这间厨房真不小，这个。向左走，向右走都不行啊啊，就得往前走。好，这跟耗子家似的，一条胡同这个。瞅见什么了这回？嚯，什么呀？让我心动。什么让您这么心动？火锅。这大铜火锅子。火锅，这得缝着。这也拿。哎，回家菜吃喽。啊，这个锅子能卖100多。啊，是是是，冲着100多啊，我给它缝起来。您搁哪儿啊？搁哪儿啊？咱有主意。您放哪儿啊？这火锅嗯，都有那个耳子。啊，有，对吧？啊，腰带上啊，啊，穿两个绳子。您就说猪大肠上穿绳子就完了，您衬腰带吗？您最好矜持一些啊。什么一些？你都不懂，你不懂。您说的不是中国话。您那语文谁教的？啊，数学老师教的啊。猪大肠上啊，猪大肠上。弄俩钩啊，这边耳子勾上啊，这边就勾上啊，弄一大罐啊，往上一盖啊，往起一站啊，走啊，您这真有主意，怎么样？卡不当底下掉一铜火锅子，我看您怎么走道，您这个，您说话矜持一些好不好？不是矜持一些。您这个掉的地方也是好，知道掉一火锅，不知道以为偷人夜壶呢。你说这玩意儿，小时候没骑过毽子，你说不是？您这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啊？这都弄好了啊！我父亲瞧我差不多了啊啊！怎么着？喊我啊！小子，怎么着？绞刑。这离枪毙没多远了，您瞧瞧，绞刑了，啊，拿绞刑走，明白明白明白，我看您怎么走，让我走啊，当时恨疯了我了，怎么呢？我的亲爸爸，哎，哎，我这顺嘴答应，我怎么走？没法走啊，我怎么走？是啊，浑身上下100多斤呢，是啊，这跟滴了一水缸还是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，我怎么走啊？您这是地道的甲胄在身啊。后来我想一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假装啊掏耳朵。那管什么用啊？走得慢呢。掏耳朵走得慢？掏耳朵走得慢，没见过刘翔在赛场上掏耳朵吗？没有没有，一边跑一边掏耳朵，就是非聋了不可。假装掏耳朵走得慢是个主意。绞刑啊，走着。 哎呦，这话还真是份享受。往前走啊，我爸爸头了走，嗯，我后边跟着呀。对，等走到二道门那儿，怎么了？坏了，出事了。我父亲走道快啊，一不小心呢，把旁边那个铁锹啊弄躺下了，躺倒下了。你说你给他立起来不就完了吗？他呢？懒。干嘛？他让我弄。那他怎么说的？小子啊，把他扶起来啊，你就把他扶起来不就完了吗？他说的是让我把他扶起来。你听成什么了？我听岔咪了。那您听成什么了？让我把他扶起来。那铁锹连锹头带锹把比您个儿还高呢，您放哪儿啊？我的亲爹呀。是啊，您总不能拿铁锹掏耳朵吧？您要了我的亲命了。是啊，可是他说的话我得答应啊。啊，是啊，我得干呢。您得听他的。后来我也想，嗯，这个铁锹头啊咱不要了啊，缝这个铁锹这个把，哎，铁锹把好啊，这得弄下来呀。怎么弄下来？咱那嘎去啊，嘎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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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倒好，我这正尬笑着呢啊，坏了，又出事了，坏了啊，本家过来了，哦，这本家也吊着铜火锅子呢是吗？本家自己缝自己是吗？走道那就那样啊啊啊！哎，嗯，小子，喊你呢，干嘛呢？看你怎么说。哎，我给他安上，人家就在上安着呢。安上啊！我明明看你把它拔下来呢，您往下卸呢。拔下来我再安上，这不撑的吗？你费那劲干嘛呀？啊，不是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正说到这儿啊，我父亲过来了。哦，我父亲多聪明啊！是啊，不是那个大爷，哎、啊，这是我那儿子，那个今早上跟我一块来的。啊，您见了呢？您看见了？啊，对呀。嗯，今早上跟你一块来的呀，那大爷想起来了，早晨来的时候没有这么胖啊。是啊，身上有灰汗大背心啊。不是大爷，那个我们这孩子刚吃完饭啊，吃完饭他就胖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真会说，吃完饭就胖啊，怎么光胖身上不胖脑袋呀？好嘛，对啊，怎么说，我们这孩子就这毛病啊，吃完了饭光胖身上不胖脑袋啊啊哦，那行行，那个岳师傅，我问你啊，啊，咱一共准备了多少桌呀？大爷，一共准备了是35桌。啊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准备了40桌呢，怎么就剩35桌了？开了35桌。那5桌呢？对呀。我心里琢磨了，啊，这不在我身上的吗？在你身上挂着呢，啊。那5桌呢？啊。我说那个就我也不知道啊，啊，这不装傻吗？我给忘却了，忘却了像话吗？那东西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啊，人家饶不了你们爷俩，你也不知道。啊，这样吧，岳师傅，咱呐啊，账房算算账吧。您瞧见没有？其实啊，他不会算账，为的是看出我身上有东西来了。哦，把我拉到这个账房。嗯，走吧。嗯，咱一块去吧。好，那个大爷，那个咱算账可以。啊，你看我这儿子累一天了，啊，你让他早点回家吧。啊，哦，他早点回家他累了。嗯，对呀，啊，你也说了累一天了。啊，一会儿啊给他做一大桌好吃的，靠再让他吃点。呵啊，走走走，咱一块去。啊，我心里话我不去啊。啊，你不我不想去呀。 啊我不去。不去成吗？不去行吗？啊，走走，啊，走，人拉着你去。他这么一拽我不要紧，怎么了？他整拽我后腰上。后腰有什么呀？猪大肠啊。哦，整拽裤腰带上。啊，整拽我那个猪大肠上。啊，你的猪大肠。我腰上那个猪大肠。啊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听得明白，听得明白。咱这还没回家你就打死我就。他这么一蹬，啊，往前一请，啊，扛扛。怎么了？坏了。猪大肠折了。坏了。猪大肠折了不要紧啊，里头有香油啊，哗，全都流下来了。哎呦，这本家心想怎么回事？嚯，啊，岳师傅，啊，岳师傅，您这儿子可够肥实的啊，顺着大胯往下流油啊。啊啊，看你爸爸怎么说。这搁别人哪啊，全都没有话说了。你爸爸到这时候还有话说，还有话说，他怎么说的？我父亲多聪明啊！啊，大爷，啊，我们这孩子，啊，他就会造米排油。哎呀，今天你说吧，说一句你少一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艺术人生快到家了，我告诉你。那位我跟你说就在后头呢，我告诉你。反正今天我告别演出。是是是是，脏米排油真会说。嗯，别废话别废话啊，走吧啊，里头算算账吧。哎，赶紧算算账。我就跟他进去了。嗯，里头啊，那屋里头有一个火炉子，帐房都笼着火呢。哎啊，火苗还挺旺。那是有一八仙桌子。哦，两边两个椅子。嗯，他们两个坐那儿了。啊，我站门口了。哦，本家一瞧，哎，小孩儿，啊，过来，别站那儿，啊，那儿冷，怕你冻着。站那个火炉子旁边。是。
太缺德了你。那你得听人家的。没办法呀。啊，我往那个火炉子旁边一站。嗯嗯。呵，那个热呀。那是。本家多缺德啊。这个账啊，假装算不上来。哦。巴拉巴拉算盘看看我，巴拉巴拉算盘看看我。看他一看我不要紧。嗯。我心情紧张。您害怕了。我正紧张着呢。啊。大门外边进来一股风。进了一股小风。哎。顺着一个裤腿啊。啊。就刮进去了。哦。这么一刮。啊，不要紧，怎么了？霎时间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来了？刚才呀，啊，火锅里的炭没倒。这回成烤铁巧了，这回。哎呀，挂起来了，看这回怎么办？火苗起来了，那是啊。底下热呀，啊，穴位有点暖和哈，何止暖和呀，嗯，在那一瞬间还挺舒服，是是啊，过了没有三秒钟，嗯，哇塞，啊，火烧火燎的，难受啊，是，我太难受了啊，本家大爷太缺德了啊，这个账啊还是假装算不上来，啊，巴拉巴拉算盘看看我，巴拉巴拉算盘看看我，嗯。嗯，他一看我又紧张，啊，旁边那个火炉子的火苗子又旺啊，您那个腿底下那火苗子也挺旺的啊，两个火苗子都旺啊，坏了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也热啊，脑袋上啊这个淀粉化了，那大冰坨子化啊，呼呼往下流啊，哎，往下流白汤啊，是啊，往嘴里葫芦，哎呀，那也挡不住，跟面茶似的，那么，啊，那么是这比面茶稀，难受啊！嗯，本家，嚯，岳师傅，啊，岳师傅，咱先别算账 了，看看您的儿子那脑袋是怎么回事吧。嗯，这搁旁人呢，啊，谁也没话说了。你父亲到这儿还有话说，还有话说呀？他怎么说呢？大爷，大爷，啊，这我们这儿子，啊，他就是奶油的脑袋，去你的吧！